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刚录完那个 What's in my bathroom 的视频，我就觉得我带个日抛，然后就只拍个视频，然后那视频还拍特别快，然后觉得特别亏，所以说我就想说出来，然后本来想去看电影的，就是那个药神，但是已经买不到场次了，因为周末。结果就是我现在要去打耳洞了，然后我还没有打过耳洞，因为我特别怕，就我很怕它会感染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侧着睡觉，而且现在夏天嘛，我在美团上面搜到了一个打耳洞的地方，看上去还挺酷的，我看它评价还挺好的。你说我们今天能打到吗？会不会去了，但是其实没打。应该先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他是什么情况。那你现在打吗？哎，你好，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说我是选机打还是手打？问他嘛，到时候看一下有什么区别。我看那个评论说他会根据你的耳型推荐你是打哪个地方，他有可能推荐你打两个，有可能。那我打俩，这我打俩他就可以两个同时好，我就不需要再去打一次再收一份。你可以打个鼻环、舌洞、脸孔。我打个舌环、脸孔。脸孔是啥？就是这里。我之前看到就是有一个可以在那喷水出来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天河城了，我们在天河又一城，然后人超级无敌多。我感觉视频里好像看不出来有多少人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跟你们说话你们能不能听见。12 seconds later， 我打完耳洞了，已经，刚打完的，看一眼，能看到吗？还有点红红的，就是它是用手打的，对吧？它不是用机器打的。老板讲解也挺详细的，然后态度也挺好的。打完了以后就可以洗头，然后也可以正常睡觉，就做好防水就行了。觉得比打吊针稍微疼一点，但是就是短暂的疼。就两三秒钟就完事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在这边逛一下，随便逛一下。我们昨天在名创优品买了一个这个，但是比这个小多了。我就想买这种大的，有点后悔了。我想要一个这个袋袋。你在这种小店买过衣服？小时候的，高中的时候买过一次。哦，对，刚刚那个打耳洞的人还说我左右两边耳垂比别人大。他说我这边耳垂大一些。哎呀！我们迷路了。我们在时尚天河里迷路了，我们走不出去，走不下了，我有点绝望。你有点绝望，我们是不是特别饿？我们找问个人吧。
非凡就是这些人，就刚才我们说的孙太太，对，我好想打，我也特别烦，真的，就我们已经让了他了，他还要跑，就我特别听不得这个事。到了第三，你还说还要走好远，已经到香香气了，香香气。哇，你看这个灯照到我的皮肤老通透了，把我的表情纹都照美了。我看来我也要打个灯才行，在亚鲁士看来。我今天用了一个那种黄色的眼影 ，Hidden 那个盘，1988那个盘里面的黄色眼影。2000 years later.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家了，刚刚在楼下的水果店买了水果，现在准备去拿。我的卧蚕好亮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回家再输吧。给你了。你又输了。我们在斗地主。Hello,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在吃晚饭。我已经卸掉了唇膏，然后带回了我的眼镜。的晚饭是这些，这个就是传说中超级无敌辣的小龙虾，然后我们已经吃了第三顿了。这个是小周炒的，叫什么来着，豌豆炒香肠，然后这个腊肠特别特别好吃，是杨大爷家的，就是 Rainy 推荐的那一家，我再次推荐一下。旁边是甜品的部分，糖拌西红柿，然后有一盒刚新切烤的西瓜，还有冬枣还没洗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